行，那我直接修二号机。我看，西人西人，直接来四号机了。OK。追你吗？好像是在追我。救我救我！他找我，他现在不知道我是什么。走了，看见我了，往那个红毯，红教堂中间走了，中间，在我这，我带墓地了，怎么发监管者在我附近？哦六，哎，这怎么有个箭头？哎，没盖到，风窗，很可能是那个闪现啊，你自己小心。我觉得是闪现，没错了。闪现了，闪现了！闪现，我直接贴啊！我直接贴，你倒太远了。哇，怎么看天呢？这个电脑他们发信息，他们是要救你吧？那我不救了啊！那个机械师来了，机械师来了。行行行。怎么看天呢？我的妈耶！那我自己修了。我就不伺候他，可能不抓我了，不抓我了，完了，可能是要暴毙了。你修一下红毯吧。我到不了红毯，你的墓地修小木屋，小木屋，小木屋有遗产，不是小木屋有娃娃。我在补红教堂中间啊。娃娃在摸我。最后一台，最后一台在红毯中间，我修一半了。红毯是吧？我这边中间，中间，中间。我知道，红不是还有一台吗？搞一台电啊！搞电。不是，他也不追，他也不追那个挑战者追我来了。我被打了一刀。应该是那个底牌和一刀，也不踩板子。红毯还有一台。我去修，我修红毯。他去大教堂了，大教堂蹲死了。你救他的时候要注意一下，他那个要蹲一下。手机子了，手机子。哎呦我操，那我修墓地了。看来修吧，修墓地，我这边拖会儿。我压力大呀，他一屁股把我坐死，我就坑爹了。墓地有一台，墓地有一台，墓地娃娃在修。我帮他修一点，然后。那我就是救起来了。然后我去修东西。墓地这玩意儿没给。我操！我修中场，闪现，闪现交了。他中间亮了，我救他，我救他，我救他。最后一台在墓地，墓地最后一台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有三层猴。啊行，他守墓地机子了。他去守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去抢点。OK OK， 我点开了。哦，直接追我追我追我。红毯开
开红毯。他去大门了，去大门了。那你去开小门。我去了，我去了。全是死啊！他闪现没交、啊，交了交了交了，应该还有时间。他如果换传送的话，就一下就没了。还多少？快点！来来来，贴上，不知道结石怎么走啊？我等他传送还是？等他。他来了，结石来了。我有大猴。好，走。看猴走了，应该不认识。这故事完了，我去帐篷了。应该在装推进器了。我修帐篷，这把先知得注意点。先知直接就修物了，先知天不怕地不怕了，他往起点去了。先知得注意一点。咱们几个给鸟都不好杀。然后先知就被锤了，你看那个当面削的肯定要被锤的呀。他能不能上车？我补大机子，他能上车。上，不许小丑也跟得上了。哎呦，那完了，他没了，一个闪现带走，他死定了。不需要闪现，他一个狙就死了，技能没交，交了，还是交了。而先知狗一点啊，二号机，他直接就修了，他狗个屁。天不怕地不怕的，他找我机子了，出事了。我换台修，我修鬼屋后面的，这个二号机交给那个幽冥五。好像是要卖了。没有卖了，卖了，别救了。你在旁边吗？不在。那完了，那他直接荡出来了。那就保平呗。那只能自己限制太皮了，不要在那边修。那没办法。前面都可以不修，说实话。没有闪现还差，至少修到一台的时候的闪现才会好。干佣兵了，佣兵打得赚了。他手上应该还有无限锯。你只要骑一台就够了，你骑一台小心点，他可能要锯你。然后我这边修完鬼屋，后面是二号站下面，你只需要骑一台。他往起点去了，他估计是锯我。我先拉一下，救我了。鬼屋后是吧？鬼屋后，他在鬼屋后，你去修二号站。等会儿我修完桥上那台才能修二号站。我这台差很，不多，差不多。笑，还是很贱。旋转木马爹，然后我去补你鬼屋后。鬼屋后我在，我觉得你可能补不了，我肯定要死鬼屋了。那我修二号机。
你就二号吧，鬼屋这后面，幽冥战从一起。幽冥在旋转木马吧？对，在旋转木马那边起，你把那技术修了吧。这边也快了。幽冥没眼开吗？他不守，他不守，他杀幽冥去了。你技能养好吗？我直接去搞你。直接捞吧，直接捞吧。啊、不用不用不用，你修你修，幽冥救得了，直接修。他能救是吧？对，他能救，他有护臂，救了。OK OK OK。聚你了，聚你了，别修别修。你鬼屋号能起吗？我能拖一会儿。我再起。能量啊！能量量量量。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。来接了干我，那我亮了，直接亮了啊！亮亮亮亮亮亮！估计要往平局打了，应该跑不掉。估摸着他要闪现我了。哎呀，白死了！没招，闪现了。等会看他装没装退音器啊，我再考虑我贴不贴。他有一刀吗？有一刀，要我死不掉。装退音器没？没装，手头上现在没有，没有，不用怕，这个不是推。我有球，没有，我跟你说，我有球。我觉得他好像往你们那走了。我觉得我想捞你一手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推进器，不能捞，打平吧。他也守了，他守尸了，打平吧，打平吧。就这样吧，没办法，有个闪现走不掉。小木屋了，那你得小心了。我求石像，反正不是小丑。应该杰克、啊、杰克在哪？救我来了，差一点杰克，我就是这样，耳朵羞羞。该小木说一下，小木耳我在那个两百一床的地方溜，这方块死不了。还是要追我，多久？我操！这应该两台够了，就看佣兵那天能不能点，来刮我脸。佣兵那台肯定点不了，我刚才把他带到那边去了，我应该。你先跑那个大房，哦不对，医院。给我擦个眼。又没来救了。让我。他不认空了。拉走，拉走，拉走，拉走。我带到大房去了。他又要给我擦个眼。要给我查一眼，我觉得他应该能跟丢，不好说。不追了，不追了，肯定跟丢了，应该是跟丢了。没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那还是找得到的。他亮了，他立电，然后他为什么不帮你补机子啊？你机子能修完吗？
我急得差不多，还得过来亮电，我这一直插眼哦。小婉骚扰他没事，他他妈无伤偷。我得赶紧把我本体这台修开。他帮我补电，我就得挂好一点，没有回命。好能量了，能压吗？他，我不知道他的点。点了，他直接点了，我天！哇！我靠，他直接跟佣兵就行了，这样。那没办法呀，坚持一下吧，坚持。那不追了，不追了。我在娃娃在开后门。那我在大门娃娃呢？我去你娃娃，我直接走了。反送啊，反送。娃娃能看见吗？应该可以，但是你们到他估计要传送了。跟他传送人。我拿娃娃去贴。你黑妹也到了，黑妹也到小门了。他那个传送他有时间了，他刚才丢了两个眼，丢到你这了，走了，三宝。那个军工厂旁边啊。哦，看错了，蜥蜴角落。角落，小木屋角落是吧？对对对，角落死角。看了我一眼，去四合了。我往大房修了，去大房了，走过去了。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对，又去大门了。他跳走了。大房谁在啊？你吗？不是。不是我，我在杀二条。魔术在修。那我直接修去军工厂啊。修四合院了。我跑了半天，就没修机子，你在跑。这把这个节奏还可以接受。我投。冲冲一刀，没底牌，没底牌。如果闪现的话，闪现也没交，应该竞争啊。嗯，我先不撞他，让他在无敌房玩嘛。他不追了。好吧，没有，蹲死。我亮了之后，你给我个鸟吧。你在四合院修是吧？刚才。对，四合院被守了，我修人皇。还要去人皇。你要鸟吗？要，他过来搞我了。没事，那个魔术师想偷。给我。现在。给我。哎呦，还是打到他了。那就看你撞了，他金针已经交过了。我是沙包二条。这把希望全都在你身上了呀。等着呢。丢下来了，能拖一点是一点吧。你还有球吗？继续撞。还有一点。装不了。二条链，帮我补一下。沙包还有几张枪啊？
去找、哎、你咋没救下来？不敢救，怕震慑。嗯，行吧，那往 P 区打，你自己保命吧。他弄不死我。他主要是不弄你呀、啊。差一台四合院和那个差一台四合院和人皇，最后两台。人皇修完了，四合院差一半。我重新洗完。不，他在修四合院。那你修人皇，你去修，他追我呢。我在修，我在修，我在修。你在修吗？修完了，修完了。修多少了？还差四个月。还差四个月。四个月马上聊。不行，他把金全交了。嗯，最后一波要排地窖了。魔术师贴了，魔术师贴了。他直接打了。对，直接打。你别被剁死了，你别被剁死。直接点，直接点，点。多少名地窖？我不打算走了，我不打算走了。他招魔术了，他招魔术了。带金身，他没几排，平了，走吧。来大门，来大门。我再走。啊，电机好慢哦。我没修，我开局在跑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小丑，我修后门的。目的，往红毯走。我修那个中间了。我想想这块怎么没有。快直接拉锯。别动，我四号机拉了。四号机拉要往我这边去。你小心点。我苟一下，我在窗户这，他除非交闪现，否则拿不到刀。我招魔术了，我操！光的不敢救，他把震死了。一脸要闪现的样子，按了一下 Q， 正好刀打出去。我中间不修了，我修红毯。我补你中间。那我就直接给佣兵了。我补你中间。不不不，你不用补，你重新起。我得去小木屋找。这波你要给魔术。对，哦、我给佣兵，我不给魔术，给佣兵干嘛？还吃刀，他真是。给魔术想让他溜起来。你在修人皇吗？我修一号。三连。三连是吧？那佣兵再补中间，我修完我就修四号了。完了，他带不走，没了。别救了，别救了。哎，不行啊！主要他带不走，这面电机正三连可能要被守住哦。他还是打算救。我修四号。我修。他在电，他是墓地电吧？应该。不是，他红毯电，我插一台中间。中间。中间我亮了呀，
那拆一台。不好救。可以救是救起来了，但估计不好。他能不能跑到红教堂？我帮他扛去。闪现好了，估计要闪现把这个魔术师给死。我看会儿他，你收集。嗯，行。我操，这怎么蓄力斩给他干死了？那你直接把那个摸起来能摸起来吗？可以，帮他扛一句。往我脸上走。行，把闪现干死我了。闪现空了。拆台一号。我顶不住了。没事没事，你先苟起来。我这边在补状态，补状态。墓地还有一台，去你们那了应该。他去佣兵了，墓地你修吧。你修，你差多少？刚修。行吧。那我这边我过来帮忙吧。他是不是锯我了？听声音不像啊。锯你了，锯你了，没闪。哎呀，没招，差多少？刚修呢，差好多，差一台电。没事，我刚挂，没事。他应该没无限锯，这把不好说。他如果没一刀的话，这把没准了。应该是有一刀，肯定有一刀呀、啊！就我的是吗？直接推，直接推你，可能也有可能直接推你。你修，你死了没事，我这边可以起修，你不能松手。他如果聚佣兵，咱俩没了，完了，这话说的，救得下来吗？能救下来。你要不他要帮你扛刀。再坚持一会儿，坚持一会儿，马上亮了。差多少？马上，看到，好，直接贴我，你倒了我直接点。我不浪费猴了，有个三层大猴。点，闪现交了。我开小门了。干佣兵。哦呦。打完佣兵再来打你。他应该没有那个那什么了吧。佣兵有资源，我摸起来了。有资源，你先开门。我说他应该没有那个无限了吧。还有无限。无限。哎呦我操。那你要狗一下。不用狗，门应该能开。能开吗？开不了，差那么一丢丢，摸一下就亮，摸一下就好了。能下个板吗？他过来干我了。不，所以我呢？差一丢丢。对，差一丢丢。他撞了。开了吗？装东西了。推进器。他要开锯，你能揍他吗？我现在一层不够啊。没了，我没了。他怎么起来啊？他没有治愈，但是很慢。我还得拖一会儿去这个地方。你还有红门，过来揍一下他，过来。揍他。没了。
让他起来，让他起来。哎，救命！我揍他，他放下来我就没了。走吧，你走吧，应该是能走了。停了。停了吧。对，停了。来旋转木马，然后蜥蜴鬼屋，我往帐篷走了。那他绕不了哦。不能往起点那边看啊、哦。我在修，哎呦我操，起点挨干了。你被追吗？没有，不是我，是他。我跑了大半个街，我的天！全能嘛？那下次我还是直接修吧。二号机，帐篷没电吗？帐篷有，佣兵在修。他也不让。闪现了！哇，搞得都太快了吧？那咋办嘛？香水没交。我就补他帐篷的呀，你往帐篷跑吧，我往鬼屋跑。关了吗？给调箱吧，过班了。哎，没过班。嗯，还有事。没给到，不过无所谓，下一波还能给鸟。还是给调箱吧，他溜不住这把就一点机会没有。不要给佣兵，他肯定能救下来。应该找个机会上车呀，刚才他那个怎么溜的，我操，我不知道啊，吃一刀都能上车了，香水也没交，讲道理吃一刀他又没踩没那个铁屁股，坐也坐不死。你修鬼屋那边吧，我修起点那边，你给他个鸟，刚才那么溜都溜不动，还是保平哦，保平啊，赢不了的。看吧看吧看那个看着，哎呦我直接打调箱了，没办法了。二号机修了一点点，你小心点啊。你没修吗？我在修啊。我来干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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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没事，待会儿吃一刀上车。他不是能蹦到站台上吗？不知道啊。那我要鸟吗？要鸟说一声，给我鸟吧，我感觉给了啊。嗯，哇有点变态，哎有点变态，给我剁死。你看看佣兵在修哪台起点的，出了技能之后他要挂你们了。没事我点能量。那你救吧，你救吧。对我是这么小心点。没有我吸鸟。我都走位了。还
南朝一蹦。他这不会跳上来的吧？不会，跳不上来，有盖儿哦，那天门盖儿才能跳。他可能过半要上去强追你了。闪现落地刀呢？真秀啊！能帮我扛一刀？记得只鸟。哎，摁我，摁我，摁我，我过半了。你没过半吧？我记得我过半了。你没过半，应该没过半。啊，好，可以，来秀。鸟鸟鸟！别着急，别着急 ，CD。开！开呀！哎呀！开呀！我操！还不开？都是多死了，哥。哎！我日，他过来了！啊啊！我要杀了他！跑过来，他想救人，我不懂。哇，我好气哦！我觉得我们不能补位，我们要抢位。啊，好气啊！我觉得调香不能给他们，直接抢位，抢位。锤哦，我在四号机，我在小木屋。小丑，我看到了，感觉到了，我要没了的气息。我这边已经死掉了，好吧。拿了锯子来找我。他在二号推的啊，二号推的，往那个中央去了。好吧，你要聚到我了。哎，有个三层猴，如果他闪现杀我，我还能搞。万一他今天加困兽之洞。追你是吧？好像是追先知了，不追我了，我两层猴了，再追我他没了。我又要找个电修了，我还不能找旁边电。我帮你模仿，我有19，快得很。你直接修三连吧。我不人皇，我有香蕉，我还能给你送猴。别，走。我日！你要给我挡狙了，兄弟！我帮你挡了。他闪现搞我了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走了！走了！走了！回不了血了，回个屁的血！哎呦！难受了！他不敢摸。没了，我没了。你看咱俩是不是在摸啊？对对对，在摸。他们打算挂死叫了，你修吧。
他这边送我救了呀。能救吗？救了救了，他直接送救了，不追了。哦，怎么干先知了？不知道。我这边亮了，我俩摸一下，你俩搓一下，然后我是先来来来来，中间，别，不能搓不能搓，你找个安全地方，他要干你。我得修电了，我留了。反正这边我先不修机子。行，你先不着急修，他可能还要装无线去找你。我抽根针吧，看看能不能抽根针保一下自己。开始了，你躲个好地方哦。尽力躲啊！你在四号是吧？嗯。完了，他直接被干死了。我帮你摸好，我觉得你得救人。我帮你摸好，你去。点个 QT。哦，再打一下我就三层猴了。我觉得你要不把我也摸好，算了。先修吧，修完这个你翻箱。他不是直接去干那个小鸡了吧？听拉锯的声音，估计是。我抽根针啊，我不能残血修机子。回来了。你能卡办吗？可以。完了。我给了个大晕。他去墓地杀人了。在修吗？没有，我在抽东西，全都是垃圾，没一个好东西，我直接修了，我不管了。装东西。不着急，我在先知附近，我偷一下。如果这波他要去回来，我就嗝屁了啊！再追我！墓地要亮了呀！墓地，我推门去了。听一下，他直接去墓地了。我走了。啊！他炸电了。我要摸你一年哦，那个没自己哦。我重新起，防止他手电机。他可能要直接去干什么？他要去找你哦，他要去找你。你俩刚才一起修好了。没，他要锤我。我知道，我说刚才墓地。又回来了。反下了，等会儿有方向加速。好，前锋在哪？前锋在墓地，他在干前锋。他过来挂我了，我估计你那边能点。你有治愈吗？我点不了，最后一台是在墓地。我知道，你先点了。我先把他，我点不了，他挂墓地了，我怎么点？不，我说你点那个，他过来干我了，我准备偷了。你把先知摸起来，两个人摸好，我偷一点。啊，他闪现了，能偷掉吗？偷掉你俩强点。差多少？可以，全体
嘛啊？谢了，走吧走吧，你直接走小门，他要推我。我直接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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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直接走。哎，他推我了。你们直接走小门，他要装东西。门能点开吗？开不了，开不了，开不了。现在这个人要死。他回来了，他回来了。你看前方能不能走？前方走不掉。往门口爬。往门口爬。断了，断了，断了，断了。前方只能凑宝贝苟活了。他拿了个针，是吧？你看看能不能爬得行。我爬在地窖口。没事，他凑完针，他直接走小门，你说不定还能跳下地窖。这把运气不好，两个箱子，一个厕纸，一个手电筒，没给针。他是不是还想捞你啊？不是，他没有，他不是扎不好吗？不是不是，他留了一丝。留了一丝。打得好着了。小事小事，我直接秀三号了。约瑟夫，约瑟夫，得劲了，得劲了，直接砍趴了。扫机没有，没有扫机。打前锋了。希望他搞一手，好吧，他不搞，那我就压没了。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冲过来给我一刀吧，他要挂你，我觉得他可能要挂你。我觉得也是，我要保住了，我跑到四号没电机的地方。他不会金像一砍三吧？哎，他不挂我什么意思？哎，我在我在，我可以帮他摸你，过来。没挂我。哎，别跑了，别跑了，我摸你。看来你有什么？那啥啊？成猴子呀！你也太真实了，我操！你去把前方摸一下吧。我去不了，他俩交流了。那行。我觉得我去摸会暴露位置哦。也是，我必须得去摸了。把结石要找到结石位置，直接闪现干死他！我得去摸了。你去吧，你去吧，你最好把他摸好。他这边是准备闪现把结石带走了。相机好了。闪现的话，害羞吧，中场啊，都是你的，都是你的。我在三连，我去，在修一。哎呀，我们都喜欢送出礼盒。你修三连，我修墓地后门那边都是你。我操，又地下室。我修一号了。我修中场了。别撞了，感觉有点急。讲真，他能卡会血不？不行，
他不职业救的话，拍照他更难打。他这波拍照我没看懂，他这波拍照那岂不是基业是金金像？基业是金金像了，这白给的呀。你摸他好一点。完了，基业是没进去。创一下，没创？没有，我在摸他，创个锤子，我就直接卖了。我保他一个满血，我保他一个满血，然后我去救。保前锋一个满血，好吧。前锋又去了，前锋也还是想去救。他在镜像里，他在镜像里。挂前锋了。我看我能不能救一下他。他挂在哪？那个剑士能跑前锋。没挂 VIP， 你就我救他，你俩修，我救他，没问题。有底牌的啊！干我了，等会儿你救我。行，没问题。这把我秀翻天，兄弟，秀第一批。你准备救我吧？他要卡你电了。哎呀，我跟那 QTE 卡了，我。接着救，然后你往金像跑啊！我靠，我他妈进金像啊！前提，你给我电一下。闪现了！电光闪现！哎呀，差点！没事，小事，不要在意。他挂后门了。完了，这虎子在玩蛇哦。点了点了，快走快走，打隐藏了，爽！哇，白蛇，蛇好玩吗？他要砍镜像了，我屌！我直接挂你了。没有没有，我在镜像里面，你开。有一刀有一刀。没事，我先开。直接走大门，大门。好，那来大门了。没了，娃娃在开小门。都走了，都走了。黑眼还是完了，太真实了！妈，你这个取消他道是什么呀？你叫我救的，然后我手就点了一下，这直接让他闪现打你了。这个他是真敢闪，这不应该是在角落？我进无敌房了，我修色院了。确定修四个盖儿？对对对，确定。瞬间就有心跳了。蜘蛛，蜘蛛，蜘蛛。我看到他的疯狂，你要别闪喽！去啥大房？他没那个，他带的是那个底牌和一刀。
这不影响他身体。不一定，我跟他跑马拉松就完事了。大鹏不带插眼，想追选追到人难。嗯，你又出来了？没有啊，在里面啊。他没封窗，我肯定跟他玩窗户啊。哎呀，这次送波礼盒，其实你也不用防闪现，有前锋。OK， 闪了，闪了。但他刮不伤人。感觉到前锋要吃刀了。太真实了吧，这前锋可能还要死，何止吃刀。哇，这么捞吗？啊，咋办嘛，他吃都没用，这人就死了。准备过来捞我，我不得结实过来了。结实捞我，还摸前锋。这前锋也太捞了。他要打气球刀，让他弹，让他弹，弹，让他弹，再弹一刀。能下吗？我忘记带针闸了。黑妹带的是一手。结实捞我了。他这波只要把我扛到刀。唉，这前锋也太捞了。没事，他开个长桥还没撞到呢。没事，这波我死不了，大鹏无敌无限肉，没闪现他抓不了了。得绕好久，大鹏还有闪现，前方没电。他想吐我，我跟他拉远距离吧。我前方拿出来这蜘蛛倒霉了，修就完事了，吃不了，没封窗，大鹏无限绕，不带封窗，蜘蛛难赢。怎么结实？别吐了，干我就无脑翻完事了。闪现还空了，闪现空了，他急了，他没了，他这把应该是炸了，他血妈炸。反正这破图已经不打蜘蛛好久了，谁用这只不带个封窗虐死。他不追了，不追了，放弃了。我怎么感觉他干前锋嘞？你在修吗？我没修了，我没电了。我在修大房，你小心点啊！放心吧。等会儿我要救钱。完了，我发错信号了，完了。我们在修沙包。我想发一个专心破译的，我发现我没带。去救吧，去救吧，这机子轮要好。他倒在哪？我怎么感觉他要挂大盆呢？没事，我捞一下，直接救，我直接救。你把压好了吗？没有。没有。你上挂飞不？没有没有，我二挂。我得去救人啊，他要打娃娃啊。压好了，娃娃这台压好了。他姐你姐啊？姐呗，怕啥？这机子压好了，他姐也没有用。我就差一秒三生活。他要拖时间，他要拖自己技能，拖闪现。你可以考虑一下强摸。
差多少？三分之一。压好了，那边压好了，我直接摸了。接我，我不打算走了啊！我直接去大门了。交了这个闪现，他就崩了。交了这个闪现，就没翻盆了。我的翻盆！非常的对劲。我要找到我们的机械师爸爸。我就不修医院了啊，我直接修外头了。我在两百一床。我修小木屋。小丑，小丑。看到了。去我了，去我了。去板子了，他没了，鸡没了。可以，可以。舒服。张皇一刀，上面塞板。他可能要换目标。不不不，还推拿个推进器追我呢，我准备去到破他狙了。找个板破他狙，怎么闪？没，我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情况。狙没了。没有，刚才喝那个叫什么冰沙，然后加抽根烟，他就这样了。我带着废墟去了，下一秒要闪现，我可能要死了。啊，我亮了，也是在双修，都有人在修，我只能修大门了。医院估计是结束的。练几个时间，我就开大门。用兵是三本。哎呦，这一波秀的自己，秀的自己头皮发麻，非要玩骚操作，来个闪现巨人。所以呀，艾丽，果然没找错人，我很开心。你说话我就死了，你一说话我就死。刚笑起来，那这怎么你一说话我就死了？这要怎么能怪我呢？我夸你，你死了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他还不守，直接救了。我这边我直接起一台。他手机子不守，他来打，他有谁可打？无人可杀他。他都已经炸了，闪现都空了，推两个推进器。他只能来打打我，刷刷我的香水了。只能来打打我，刷刷香水。我还有三层猴啊。哎，这谁下的呗？狙了个人，怎么回事？和老弟，他守这两台电，怎么守啊？兄弟，这边修完了，准备走吧。你贴一下门。嗯，贴大门。
我在这晃悠，给他一种假象。马上要好了，直接点了啊！等一下，我觉得事情有所不太对，他贴我有点近，点。他又装东西了，我不能再在他脸上转悠了。没事，我去把他锯断，三层猴，给他来个狠的。他绕我，溜了，慢了，溜了，没打算而已。你能走吗？在路上。我大门开了。那就走呗。两人都能走。都能。还拉锯呢。我怎么感觉事情有所不太对？他好像有个伞。哎，没，算了，他没了，他放弃了。你还嘲讽人家？没事，一刀佣兵吃一刀都能走。佣兵在拖时间，想让机械师走。走了。太惨了！机械师还跑了，太惨了！这个版本突突玩到这个模样，也放到沙包废墟中间那块，知道吧？行，我拉，小把你拉到小木屋，我拉到小。先知有，先知也在。我知道先知有，那我也得拉小。我也得拉小木，他第一时间应该会往中场四合院那么走，然后去大门。会玩的话，我先苟上。黑白，靠一有，我真敢翻。就翻前锋玩黑白呀、啊。这玩意儿不能给真实。这把包了，他不追了，要飞说一下，30秒 CD 还没好，5秒后传送，5秒后才会飞。飞我娃娃，哎呀，白给了这娃娃，他要拿技能，他现在谁都抓不到，传我脸，我靠！又来追我了，传我脸追我了，我娃娃放在那个，追我，追你是吧？我娃娃放在小门，敲大门了，哎呦好卡呀，刚才这吊娃娃吊不动，阿飞说一下，哎呦我这个鸟给的灵性差点嗝屁了，我的天！我日！什么情况？他传过来自闭了，不是他传过来不打我，我日！我吓死我了！哎，你咋不告诉我他要飞了？我日！幸亏他不打我。我刚才说他不追我呀？是吗？我没听见，吓我一跳！我日！还好我他妈机智。还好。还好他莫名其妙不动弹了。不应该啊，怎么就自闭了呢？不太对，我还有心跳，还在干我。我要吃刀了。哎呦，我怎么反向盖板了？好难，得堵板了。我娃娃放在小木屋，大门有我离闪电，我要死了。我这边在跟佣兵修，佣兵救你，这边两台够了，你娃娃贴一下门，不用修了。我娃娃去贴门。
哎呦，电脑端这块还是用不用习惯，反向盖板。他可能要守电啊，我觉得。他守个锤子。我感觉我玩二铁门他会守电。哦，跳了，也可以跳门。跳到跳了。直接拉大门离死。手机子了，手电了，手电了。重新吸。大门有一台啊、哦。你到哪？我摸你。我就死在大门了。先修一会儿。到树子了。咋了？到树子了，用命再修。你先自摸，你是自摸还是在玩手机？自摸。看一下电机，我先拉到无敌房。要好了。开了，好慢。我刚才在开小柴。小门在点。你娃娃正好去贴一下警示。走了。啊，真难啊！打黑白太难了，打黑白不应该用那个。快给我排，我这位置有点危险。医院里面，小丑，他直接装特音器了。医院里面吗？我要往医院里进的。确定。我去二楼，应该没大问题吧？没有。他装了个推进器，肯定是往小木屋跑的。OK， 我直接去二楼店。这把是小丑的话，我可以玩玩挡狙。他直接去废墟了。我说什么了？修，挂死救！跑这来干嘛？你修两百一枪那去。等一下，我的双球。能修完吗？能。他们要去救啊，那个勘探员。他救个蛇皮。你记得补一下啊，救了。我觉得要不补救了吧，那么远。看他当不当出来，他如果当出来好亏啊，没人救。算了吧，还是救吧。不就有点不给面子？到了吗？到了。就这拉锯震慑的，还要啥面子呀？闪现，应该是闪现。真就往脸上跑啊！真是，我可能撞不了啊。知道我为啥来电脑端吗？就是手机端有他们，我才来电脑端。结果来了还是有他们。你咋还跟着我来？闪现！三台都在修。你本体修完，我觉得你需要贴一下我。我知道，我先把本体那台亮。好，过来贴我。他挂我的。
好想鹦鹉。记得走位啊，他这边可能要打你一刀。知道没看我在躲吗？打我一刀我就不下来了。兄弟救我呀，你再不救我过班了呀。已经过班了，这边我在等勘探员一起来。你等他干啥呀？你他闪现交了是吧？交了呀。你直接拉球跑，你直接拉球跑，听我的啊。妥妥的，拉球进，让他保你，我修电。我能点吗？能，直接点，直接点。能点直接点。你娃娃装贴音器了，你娃娃去贴一下嘛，可能要锯你。锯我？这把是往平局去了啊。肯定是平局啊，这么秒躺局不平局，能咋的？可以来小门。我把娃娃放大门。他往小门去了。确定是吧？对，他往小门去了，能开吗？开不了，你走吧。现在来大门，来大门，大门。你走，你走，走，快走。勘探员呢？啊，勘探员在门口。平了。你有地窖吗？有地窖，我们赶紧走、啊。没有地窖，没有地窖，走，快走，能走就走啊。没办法。我大哥，你这真是饿了我。你找个板子吃一砸他一板子，都得。他想弹，他肯定想弹，他想弹，让小丑剧板。这有啥好弹？这是什么人间疾苦？这排的都是顶尖土皇，我日！快四号级，不知道什么玩意。我直接修中场了。我去墓地了，不知道他什么中场。反正不是小丑。还有小木屋，主仆。应该是蜘蛛。哦，不对，蜥蜴，带风窗的。是先知。人皇有一台电，等会儿我修人皇。救我。修皇你是吧？可以放床。这就不怕砸呀？下一秒我可能要闪现，打不他可能要闪现我。你直接要鸟顶个十几秒，要鸟，顶个十几秒。Nice， 这么鸟灵性发了个帮助，闪现打鸟，哎呦我操，饿死了！我刚才没看。我三张猴，我电击在中场啊。我修你中场了。直接戳 ，nice。给个大猴转大药堂，转个锤子转不过去。那你还在正三零，很容易死。那就跟他玩板得了。板凳是坐的，有道理。然后我就被坐死。我补的是你的电，佣兵电在哪啊？佣兵小木屋，查一台。那你上来还得顶哦，我去补他小木屋。这蜥蜴也太惨了，蜥蜴的弯刀被改成了一个钳子。我得修后门了，修佣兵得保你。
宝贝，你的修复没那么，我也得坚持一台电。这边估计是卡了个双屁股，双屁股。还行，两下没打到，直接救下来没看到刀，直接把我刷死了。保平吧，保平吧，往平就打了。带了闪现，闪现应该是好了。那小木屋啊，开了开了，那右边再起一台。电脑蜥蜴好猛啊，感谢我们都喜欢松鼠李子。那肯定的呀，他跳跃他看得见人呢。到我这了，还是吃到了。佣兵在起，先知在逛。哦，被先知想。我操！这也太准了吧！先知救你，然后佣兵压。这他妈怎么好？要咱扮蜥蜴人吗？我觉得这玩意儿干啥？只是没前锋而已，没前锋他好打。你有个前锋，你看他挂得上人不？佣兵快了一半了，反正压死就应该是能压好的。我感觉我真要死了，他跳回来了，直接大概被屁股坐死，跳了。我没了，压不好。这他看着我，看着你去死，这是。走吧，下一局，输了。如果没前锋的话，咱们真得搬这把。啊？出了技能之后，感觉有点狠了。我看他在吗？啥都不，小丑。小丑，小丑，小丑。大厂，大厂。然后我先试一下这个技能哦。没回来，装了个封印推进器，准备撤。哎，你调香师凭什么和我先知抢一台电？他是走到小木屋去了。真得，这图好掉帧啊！怎么秒给四个鸟啊？三，都一样。还是要中刀了。刚刚是不是有香水吗？你准备看到吧。放上来干我了。往大房跑，尽量往大房跑。我先，我不知道怎么给自个鸟啊。按 Q 一。就原始设置是 Q 一吗？对 ，Q 一。要帮忙不？暂时好像可以。来了，该打。我帮你装，我帮你装，你转大方。OK。我不会给四个鸟。你该转得到，你该转得到。你再帮我顶一下，我就进了。他闪现没了。他没闪现，他怎么顶你啊？他顶多装个听信器，听信器全你了啊！你自己小心点。他上不来，他上不来，相信我。他没了。他要直接去，完了，他上头了，他没了。那应该是铁了心要杀你。上头了，上头了。没得了，没得了。他没一刀啊！你自己小心点。你下楼了，说一声下楼没？到楼梯没？来了来了，他炸了，他炸了，你直接跑，直接跑。我开了很长的球，我不知道他从哪边出来，你得告诉我。窗户，推进器，推进器，推进器。
靠，又是一个，啊，不行，我要没了。没，我还有球。我上去没啊？我上去没。行。我这台机子差一点。你可以修完来丢。我要装。你装个神，装神！哦，你装个神！快过来装修！哇，我拉离你的电机，让他们救我一折。哎，他直接干你了。对，我的电机自己能补。那你补掉吧。差一点，差一点，我快来！你发一个压好密码机了，压好个锤子，在刮我的呢。我还在中场休息台。没事，啊，尝试香水嘞。咋用美了？我怎么知道？等会儿感觉可以直接点了，它荡出来。它荡出来了，荡出来，荡！快！哎，修！他要锤我！按一下右键，然后再按一键就是自己，是吧？就我射。他追我！这我他，你跟他打了这个喷气没意义啊，除非他来一个闪现狙。我听到了，不慌。真的是，玩到最后一无所有啊！我走了，哎，看一下他们吧。都走了，闪跑，上吧。还有末班车。你这个不好啊，你这是和医蛇学的吧？我自学的。在石像那边。抓不着我，反正我先知不会跟医生要让电击吧？你看炸一下他就跑了，算了。套路。他偷水偷你是吧？那我留着。要鸟说一声，要鸟直接发帮助就行了。上皇一刀，我知道，我进医院了，还要杀我吗？医院里有医生，给我鸟，别急，我看着呢，我感觉他要闪了，不可能，给我，信我，我看着，别急。哎，算了，不用给了。我不给了。这货给他一刀，得劲了。闪现杀他，得劲了。你咋上分的，大哥？你这么玩前锋的吗？那你一个鸟解决的事儿，你修电去啊，我哥。你当我是你那个五阶的队友吗？哦呦我的妈！杨黄被守了啊，杨黄修不了了。放了。换一台，这波应该医生救。爱丽丝接一，哎，他是打拉分局打习惯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得一直看，没必要。
前面就自个儿溜。他这波是铁了心要杀前锋啊，怎么感觉这开局现在已经流行杀前锋了吗？他给机会啊，肯定干他。平时打呗，嗯，反正这边医生打完针自己再去救一波，我们两个修机子就完事。给医生了，让他卡半救了。我来摸你。那台电亮了吗？亮了，亮了。我摸你，我在。他帮你摸好。他没往这边跑吧？干医生。高武先去了。我感觉要过来了。我也感觉。没有，还是干医生。我就修人皇了，你修完这单你再搞一下呗。我看看小木屋有没有电吧。这女神像有没有电？女神像有，修完了。那不行了，小木屋没电，我得救他了，估计等会儿。我往三零去，三零修。闪现医生要死了。闪现。修电他，没事没事，我等会儿去看看医生那台，医生那台在医院里面。杀我来了，哎没，还是杀医生。那就往，那你往医院跑，医院那台帮我补一下。压好了呀，能开压好了。别别别，你去救一个。行。我想吸点鸟。啊，接了接了接了，能接了吗？他刚才装那个，应该接了。我才刚到呢，直接你看你看，他直接狙就干你了。还有闪现干个锤子，我闪现没了，交了杀医生了，快走吧。那这把我没了。哇，这个前方为什么要这么玩？你能不能让我溜一会儿？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能开吗？能不能开？不好说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走了，他知道有大猴。啊，他这个榜一前锋哦，气死了！我能溜的。这还能排到头鱼的呀？那排榜一肯定是。哎